everyone, it's Louis. Today we are in Kaohsiung Food Show. I heard that it's a super fun event with a lot of delicious foo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ry them all. Let's go! Okay, I'm ready. I got my tickets. Let's go, follow me. Oh, we are now in Lanyang. Oh my god, I have so much food here. What is this? Oh, it looks so good.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们这里有什么？我们是南洋食品，是做海鲜炒菜的。哦，海鲜的。哎，是。Oh my god。哦，好香啊。对对。它是用香油，对，还有蒜头，还有辣椒。哦，有。衬托出海鲜的。那蒜头真的有。 淡淡的蒜度的口味真的非常非常好吃，那个干贝之间会融化，超爽，这个口感真的完美。这是我们的新年巴白木耳。哎，这是什么？木耳，白色的木耳，对。哇，原来姑姑可以当甜点哎，它不会很甜腻哦，嘿，是。对啊。嗯。哦，这片哦。对对对，非常好吃，它不会很甜腻。嗯，不会，有一点那个。 奇怪园的感就是这个，真的很赞。对对对，那帮你就是最后帮你介绍我们公司的包装，所以都是冷冻的，然后是这些烤，是不是？对，我们直接退冰就可以马上吃了，啊，即时冷冻，马上吃，不用煮，不用煮的，是的。 Hello， 你好，要不要进来试试看我们的东西？可以，对对对对对，看过你们的牌子哎，对对对，好妙，我们在嘉义啊，对对对，在阿里山下啊，我刚刚从阿里山回来，哦，真的，那一定要吃吃看我们的东西，好，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就进去做，好，谢谢，来，我们的公司啊，主要是做方块酥为主。 对，主要是做方块酥，哇，对对对，那这次，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的招牌。Oh my god， 这个我应该很喜欢。哦，待会一定要尝试一下。<笑>好，对，那这次为什么我特别推这个 cheesecake 这个卤肉蛋糕？是因为现在我们自己也在做烘焙，漂亮耶！对对，对，样子这样很完美，这个三层真的很清楚，很漂亮。对对对。 香吗？很香，很香哦。很吸食味道。对对对，待会过来试一下看看。它好软哦。对。再试真的很。对。好，对，一口吃一下。觉得如何？觉得。口感是好厉害，真的是会直接，这么说很浓，很浓才是会慢慢的。对对对对对对。越来越。 越浓化这样。对对对对。OK，我们来下一个。哇，这里好香。Hello，Louis，你好。你们这里在卖什么？我们在卖荔枝愈合包香肠。哦。要不要这边？酒。对，荔枝香肠。啊，荔枝。哎。荔枝香里面有荔枝吗？对，我们是把它变成荔枝酒。啊。然后再把它跟猪肉一起调味。对。天哪，我已经学了两件事情，是有荔枝酒，对，还有也可以用荔枝酒做香肠。是。好厉害。对啊。 你要不要试试看看？有啊，我也蛮好香的。对，而且我们的香肠就是都没有添加一些就是一些化学的东西，它的颜色就是比较暗，对，比较自然，不会是像那个很鲜艳的红色。对，然后我们的香肠，如果是女生的话会很喜欢，因为我们的香肠没有什么肥肉。哦，好香啊！好香啊！荔枝酒的味道，好特别哦。哦，闻起来真的跟一般的香肠完全不一样。 哦，没闻过这种，有一点焦糖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糖，愈合包的那个糖味会很明显。哦，你看要上出去一块肉了。哦，还可以吗？好 juicy 哦，天哪！对，因为我们都是只用猪的后腿肉下去做。怎么可以这样？里面有加水吗？没有。Oh my god！嗯，那我今天真的有回咸甜的。 对，你可以感觉就出来有一点那个荔枝酒的味道，就是不会太重，所以甜的 ，Oh my god， 是甜的，不会太甜，那就是 natural 的甜。嗯。哇。What's this？ 这是地瓜吗？哎、欸。
嗨，老板你好，你好，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真的吗？在地真的地瓜，有这么大？有这么大、啊？我们可以来试吃看看，我们其他地瓜来租一下。哇，好漂亮哦！所以你们这里都是做地瓜的？是，我们是都是台湾在地地瓜，我们是台湾甘薯联盟协会。哦，那我们所以你们是台湾的地瓜 master。Yes, yes. 它里面包的是黄色地瓜，还有紫色地瓜。这是超美的哎。是，天然的色素。哦，这个好 Q， 好软，好 Q。是。只是外面的皮比较脆脆。对。哦，这个非常甜哎。来，可以试试看我们这个地瓜调味乳。这是什么？地瓜牛奶。哎。哇，好喝哎，好顺，很浓，很浓，很甜。是。Oh my god， 哎、欸，真的蛮好喝哎，我喜欢。原来可以喝地瓜，对，地瓜可以用。第一次喝地瓜，其实也很赞哎。所以这个是有什么好处？喝这个的话，它本身它纤维素高，所以对胃肠胃比较好。哦、oh, ，对对对，然后它又 okay, okay. 里面又有富含一些优良的蛋白质。啊，对对对，然后小朋友跟老人家都很喜欢喝。对、okay, ，所以也有蛋白哦，好棒啊、哦！是是是。Oh my god, it smells so good here. They have lots of hotel chefs that are doing a big cooking competition. It's amazing. Oh my go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 what they are cooking. Oh, the smell of beef. Hello, 你好，你这里在卖什么？是，我在卖那个巧克力，台湾巧克力。台湾巧克力，是的，好酷哦。我没想到台湾有巧克力，有啊，是哪里的？在屏东。哦、屏东，屏东好多的可可，真的、啊。对 ，Coco Tree。哇，在这里附近而已啊、哦。对，在屏东。100%，100%的巧克力，100%巧克力。Oh my god！ Yes。Oh my god！ 谢谢。哇，100%还是巧克力，这个应该好厉害。是的，还100%巧克力。哦。而且是屏东的可可豆。哦，屏东可可豆，屏东、哦、好容易要哎、欸，不会太硬，不会，不会，不会，它在身体非常好，很枯，很枯，但是不会太枯，是的，很，哇，很好吃哎、欸，那口感我没吃过这种口感的巧克力，谢谢，真的很棒，谢谢，感觉很自然，就是从附近来的感觉，谢谢，谢谢。我们是巴拉圭的牛肉。哇，巴拉圭。对，天然草饲放养的牛肉。哦。对，可以试看看吗？当然可以，常欢迎试吃。哦，好漂亮哦。哦天哪。哦，好香，那个红烧的味道很重。是。哦。而且它的肉质也很甜。很软嫩。很甜，是口感牛肉那个牛肉，我只是这种花。超级软哦，好吃。一点都不太不会太 Q， 那种刚刚好哦，哦煮得很棒，我们先把它煮熟以后，然后切片切成腰的大小，其实只要放在我们的火锅里面做调理、啊，就可以变成像你现在吃的这么好吃。哦，难怪，哎、欸，真的超级好吃，又方便。Oh my god， 我算再吃一下，算是一整个牛了。小米酒，哇，这是梅子酒哦，哇，算你你好，你好，哎，这个很漂亮哦，我们是行政院农委会的一个优质酒庄啊，是是是，了解了解，所以都是南投的酒，对，好酷哦，是，可以喝看看，可以试喝看看，非常清香，口感丰富度非常好，而且非常顺口，好漂亮，是原住民做的吗？欸、我们是属于布农族，比较有传统文化的，是。因为我们是纯小米酿，所以很清香，很顺哎，是，很顺口哎、欸。这个里面有酒吗？感觉不出来，这不是浸泡的酒，这是酿造的酒。哦，味道很不一样，它很清香的梅子香味。哦，对，而且非常顺，非常重的梅子香味。对对对，哦，喝看看。哦好不一样，是这个有比较酸甜的感觉，是也很好喝，都保持梅子原来的风味。哦，好开心啊！哎，来这里我没想到我也可以喝酒，好酷哦。
沙蟹丸花枝，我们来看一下吧。哇，遇到本人了！天哪，好大啊！是比鱿鱼大很多。哎，花枝都这么大吗？对啊，我们的花枝都这么大枝，而且这都是新鲜的花枝哦。哦，真的吗？对，我们做花枝丸就是用这个花枝下去制作的。OK， 哇，好酷！这很大，好漂亮。对啊，这个叫做虎斑花枝。OK， 对，所以你们这意思是说什么花枝丸吗？对，我们是做花枝丸，以花枝为主的。OK， 对对对。可以吃看看吗？可以，这边。耶，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花枝丸，试试看。好漂亮哎！这个花枝是从哪里来的？我好像我在澎湖有吃了很多花枝，超喜欢。没错，我们这个花枝啊是用澎湖还有高雄这边的花枝，对。啊，高雄也有？也有。好酷哦！所以可以吃一块高雄跟澎湖的味道。对。好，吃看看。哦，你看里面真的是一块一块的。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招牌花枝虾排哦，里面有满满的花枝跟虾子。好厉害耶，这个好漂亮哦，招牌厉害，里面有虾子跟花枝，很酷啊，不用选哦，你比较喜欢虾子，比较喜欢花枝，没关系，你两个都吃，小孩才有选择哦。好，这个是我们的花枝浆。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有花枝的，对对对，一颗一颗，对对对。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把它捏一捏 ，OK， 都捏在一起，捏一捏，什么触感？好黏哦，好黏，好软，对，这是新鲜的花枝，打出来的花枝浆哦，哎，很舒服哎，很好摸，我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好像在玩黏土，好像没有 ，OK。完成，厉害，谢谢。All right, this is the end of my tour in the Kaohsiung Food Show. Oh my god, it was so much fun here. You have really all kind of foods that you want. I'm so full of good food, full of good drinks. It's amazing. You can have salty food, sweet food, alcoholic drink, non-alcoholic drink, and not only from Taiwan, from really all over the world. All the owners are also so nice. They're always happy to introduce you to their products. I was really happy to meet all of them, and I can only recommend you guys to go and try it out by yourself. This year is ending on the 30th of October. Next year is gonna be from the 26th to the 29th of October. So I will see you there next time. Salut!